真不知道那老头子是怎么想的，非要让我来这个破学校，而且这校服丑死了。哥，也是为了我们好，就将就一下吧。阿斯，希望还能再碰见他。老龟，我们晚上去吃火锅呗。好啊好啊，我也好久没吃了。前面那不是，哼，哟，这不是今天撞到我的人吗？又见面了。切，你以为我想见到你啊？今天早上的事还没完。不是大哥，我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有病。老龟，我们走。哼，有意思。听说班里要来两位新同学，好期待，是谁啊？希望是两个帅哥。嘿嘿嘿，校长来了，同学们都回到位子上。这就是我们的两位新同学。哇哇哇，这不是林家的两位少爷吗？介绍一下，我叫林延彻，这是我弟林逸晨。大家好。阿斯，他竟然也在。真服了，怎么又碰到他了？嘿，又见面了。不是你干嘛呀，把你的桌子搬后面去。这桌子现在是我的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你别影响我就行。刚上完体育课，热死我了。是啊，也不知道今天他怎么了，竟然让我们跑这么多圈。哟，小短腿儿，原来你在这儿啊。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，说谁小短腿儿呢？你给你小短腿。谢谢你还是哼。就做个俯卧撑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不懂。严彻，我真的是搞不来了，真搞不懂了。哟，这不是顾熙染吗？怎么你也被我的魅力吸引住了？你少自恋了，我是路过。哼，小短腿，去给我买瓶水。我凭什么给你买啊？自己不会动啊，真是的。你干嘛呀？离我远点。你给我买，我就离你远点。行行行，我给你买，快起开。奇怪，最近他怎么没来呢？林逸晨，最近你哥怎么没来啊？我哥他前几天生病了。哦，好吧。哟，看来这是想我了呀。少自作多情了，谁会想你啊？哼，脸都红了还不承认。哎，我们怎么又输了啊？老龟，你们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大冒险。真心话啊，选真心话呀。大冒险才有意思。停停停，别吵了。就大冒险。那就你们两个做三天情侣。啊，这个不行，换一个。我觉得这个挺好的，就这个了。什么，我同意了吗？哎呀，老龟没事的，三天很快就过去了。好吧。快走快走，一会儿冰淇淋就卖没了。你拉我手干嘛？现在我可是你男朋友，拉一下手不是应该的吗？你们两个快来啊。哇，好甜啊。是吧，老龟，我就说很好吃嘛。他们俩怎么感觉不对劲呢？宝宝，我给你的水记得喝。嗯嗯，我知道了。不是你们俩真在一起了？对呀。你怎么没告诉我呀？怪不得那天在咖啡店里看你们不对劲呢。可以吗，老弟？哥，你也要加油。起开，别碰我。别忘了还没结束呢。那你也不能碰我，先走了。哼，顾熙染，我要定你了。说吧，你找我干嘛？我要你做老子的女人。不是你表白就是这样的。不满意吗？那这样呢，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，以后不会再和你闹了。那记住你这句话，别忘了。你这是答应我了？我可没说。再怎么，我着急见我老婆。老婆，我来接你了。哎，等等，进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要回答问题，回答正确才可以进去。朵朵的身高和体重是多少？身高163，体重90斤。这道题对于我来说太简单了。挺聪明的嘛，但是回答正确也要给红包。给给给，快让我进去吧。看你给那么多的份上，就让你进去吧。伴郎们准备好冲啊。既然进来了，那么我们就让新郎新娘亲一个吧。所有人快跟上我们去婚礼现场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入场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幸福的密码。那么新郎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新娘说？老婆，我终于可以娶你为妻了，以后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陪着你爱着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大男人的。有你陪伴我同床天涯。现在我宣布你们正式成为夫妻，并且互相亲吻对方。
我会用一生去爱你。